我们听过富二代、新二代，今天却让我们见到了这样一个奥运二代。在之前的《爸爸去哪儿》中，酷闹的杨阳洋现在已经参加体操比赛，并且获奖了。他是奥运冠军的儿子，小小年纪就子承父业，参加体操比赛并崭露头角，让我们看到了杨阳洋的体操天赋。杨威的儿子杨阳洋参加了杨威杯体操比赛，并获得了奖项。杨威杯体操赛第二场自由体操，全能王杨威儿子杨阳洋表现得很好，获得了奖项，并且在首场比赛中也有杨阳洋的身影，而且还获得跳马的第三名。从杨阳洋规范的动作可以看出来，平时一定是认真学习体操的，一定是有巨大的付出才会有这样的收获。天才等于1%的灵感加99%的汗水，不管是谁想要有收获都要付出努力。杨威现在还有两个女儿，五口之家的他们真是越来越幸福，期待杨阳洋在体操的道路上可以越走越好，会有更好的成绩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奥运二代吧。